搁这干啥呢？扔皮球呢。哎呀，整半天还是屋里凉快。嗯呐，但是外边现在没有太阳，但一刮风的话还是外边凉。嗯，对。啊，不刮风就是屋里边凉。对，今天咋这么热呢？这不这两天不都说凉快了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今天要来大暴雨，早上好。嗯，那早晚凉快啊。嗯，这一立秋了，可明显了。你妈来了？不知道，明早。哎呀我的妈，真热。立秋啊，那你不热就完了，你少能都热。嗯。还得热一阵儿哈。嗯，得热热。早晚凉，中午热。不热凉就上不来呀。哎，这种点地呀。种点地，一天一到这时候提心吊胆。哎，提心吊胆的，还怕涨水呀？还怕涨水，还怕刮大风，这啥都怕。完了，这两天老念叨台风还要来，你这玩意儿真烦人。咋的？你我可害怕。要来就痛快的。头场台风没来到，可是真挺幸运。那可不。那你台风一来了，那大风那水给到好多淹了就完了。就是。这道啊，这现在都出事了，一淹就写不来了。那还写啥呢？写啥呢？你看他们五常那边儿，对，都让泥糊了，就连穗儿都让泥糊满了。你说那玩意儿，那没什么，那就绝收了，可担心说话了。哎呀，再有能耐也不种个地呀、啊，对吧？就靠年头吃饭，真的就靠天呐，就看天，天好咱就能吃饱饭，本钱投进去了，回来你说这回不来，你说可愁死了。那好，这玩意儿就看天了。才多花。还有花，这次也来不了，台风到不了，到不了，我估计到不了，明天。被说刮美国去了。这台风名叫啥？卡农。卡农还卡农？不是，还列农。天天反没有声音。卡努。卡努啊！还卡农。卡农就那音乐是吧？嗯。那不是多音字。你不是上那开火吗？干嘛呢？你上哪去了？哎，我看冒烟了。啊。你去哪？你看花眼了吧？说体育部了，你招冒烟呗？没人啊。嗯。没人了。我也没敢进里头去。你没敢进里？那你要能做完了，反正门他没锁，在里头。他那里冰箱有冰柜啥？有。有啊。有。那人家干那玩意儿的，专门做饭的，请起来的，还没冰箱。吃的不行，哪都吃了，过来拿。电话。你别上人家瞎溜达，到时候人丢东西给你说找你，都有监控。哎呀，办一咋的行？嗯，你天天往那条道出那条道，人家就有监控。干嘛走？不要去！哎妈呀妈呀妈！嗯，过来了。哎妈！他哪下给你扣？我这上面上溜溜去，上溜溜还。你哪时候开火了？这哪开火？真开火！我就看开火的，要是有人，他有人都是长得挺好的呢，完了帮忙的人。那你能咋的？我从那要吃的呗，还能咋？哎呦我的妈！你也不要饭呢，上那要吃的干啥呢？不是，他要饭呢。一大口一大口咬。现在人再说也没有要饭的。那你说他挺好的，我说的我饿了，你给我整点啥吃？饭也不是自己家的，给你揪嘎瘦肉了，这掰嘎瘦肉了，那切半拉猪耳朵了，这垫吧一口呗。那你吃人，你吃人口咋能多活两年呢？咱不是占便宜，那不就赶上那档口了吗？饿了吗？啊、不是占便宜哈。嗯嗯。哎妈呀，白胖白上一趟，这个热。嗯。妈，可是老儿子，哎妈，那什么，你二哥要结婚，他咋又找两台车？我现在就不，我就不愿意听他这词儿。你二哥要结婚了，天天要结婚，他这个要结婚得结三十来年了，搁他捣鼓。哼，你这更他妈能学呢。他从出生一年都没有呢，还整个三个年。从我认识他这种，他捣鼓他要结婚了。我才多大岁数还结婚？你没说你可不是怎么的？你说你懂事就要结婚就得了呗。嗯。哎呀我的妈呀！不是，我说真的，他那反正是卡彩礼的话，要不真就这马上就要结。我寻姐，我寻问问你能不能给找两台车头车。找两台车。嗯呢，找点好的。那有啥不能找？能找啊。能找那五千一台，那市里那有的是那啥，投那个婚庆店。找哎呀妈，那五千人还不如这些人上哪不找了，还用你呀、啊？那他能找着门吗？他虎了吧唧，他能找着人那婚庆搁哪吗？爷爷没虎头枪，还虎了吧唧。婚庆五千一台，要几个？劳。前面搁劳。提前可拉倒。啊？
你可拉倒，还不如我去找人。哎，对你咋的？你答我听人说咋的？你答应你答应了玩儿，给人找车又干啥的啊？又这你答应这答应，你没答应给人买三金呢？我答应给你买三金干啥呢？你答应给你找车，你有那能力，你让谁给找啊？哎妈呀，那你也别管了，我有招。你有招？嗯。你有啥招啊？你那指你那几个小姐妹啊？你小姐妹没能事，人老头还没能事，人老头朋友没能事啊，然后就那什么，他老头不就能坐个板凳吗？坐个板凳，坐个扁的呢，就这玩意儿，扁的长，板凳宽的。那我也不是就那一个姐妹老有老头，你那些姐妹都有老头，都有啊，他都是坐板凳的，不都离不离的离死的。不是你要能找吧，咱就不找别人，是不是？咱个人家，你求别人还是不如咱个人家，是不是？谁呀？谁个人家？那完了，你得找个车，找个头车，找个头车呢、嗯？找个好点儿，你就结个未婚，你别管他长啥样，是虎啊是鸡。那老王家人也不念及人情。最起码你不他不要面，我得要面，我是他姑姑，是不是？你要面，你不给拿钱，你给拿钱得了呗，你直接给娶了媳妇。不是，那我拿钱倒行，他关键没有钱呢。你说占地那事儿，还不知道哪百年能给。假如你说他要是给我了，那我就不求别人了。我就给他拿30万-20万的，是不是？一把钱，你占能占几个钱？你拿30万-20万呢？这家伙，你占几个钱呢？哎呀，这家伙，你这是癞蛤蟆打哈欠，好大的口气呀、啊！好大口气呀、啊！一看别人都说了，人说的，哎呀妈呀，你家那个地呀、啊，可比俺们多。你要占能占个100万-200万的，哎呀妈！说的，这家伙，这一下一句话给你还说飘了、嗯。你说占地这玩意儿也是哈，他不说的，占完就马上就被劫，还得。他等啥呢？等啥呢？嗯，你寻思人家给你撂句话，搁家说这嘎地要占了，马上明天就给你点钱了吧？嗯呐，人老多事要办了，人后面那些事儿啥的。哎呀妈，那一个国家的钱，他夸夸上那银行一取呗。国家钱大把。他也不是个人的，说的那掏腰包。哎呀妈呀，那国家钱不都是吗？有的是没给你发两个，是那皮不皮随便说。谁道你都不给发个老太太？画完号了，都拉完线了，那就该给呗。那得一步一步的走手续。那银行钱多，没说给你两张呢。赶紧大叔，不是赶紧重孙子了，一步一步的走啊。那不是啊。哎呀妈，这干啥呢？这是你看刚整裤子了，磕一堆，都他磕的。嗯，哎呦我的妈。你那啥吧，你不行的话，那个把那个你说你不还该我奶150吗？该我大哥300，你别把钱给他呀吧。完到时候你大哥呢？想弄我脚上了，咋不给呢？不是说咋不给，我说100遍、800遍了，他欠我还没给你，还我给他呢。你俩之间还有过啊？不是，那人他说搁太红的要那5万块钱，现在说剩2万多块钱的。今天说少点，明天说少点，咱不到钱就整晚。不给你看过账吗？不是你花了吗？那你月月花那不是钱呢？他那账我也看不明白。假如他没给我钱，他也说了哪号给我了。我看不明白。啥事儿？明天把那啥，把那你儿子点读笔给你拿回来，给他点一下。点读笔点不了账吧？点，这不点啥？就有啥字儿他念啥字儿吗？那玩意儿。啊，行。给他点上，他读。那玩意儿他密心眼子，要是就说是随便写，说没给我，往前写上，他敢怕识字的。那都有账，他都有账了，他给你转账啥的不都有记录的吗？那玩意儿。不是，他有时候他说他就瞎说呀，说给我现钱儿。他有时候他也给我现钱儿。那谁道你那咋？给个一头二百的。那咱不知道。反正人都有账头，你别老跟他一溜神气的，知道吧？啥玩意一溜神气的？你没人钱，还秘书哪了道理来了？不是他密我密他，是他密我呀！还我那这好几万就剩那点钱了，还我密他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妈呀，客气可真好看，看你儿子。我不看，这耗子是。那你一会儿那啥，你把我奶钱给了吧。完到时候那个不行的话，我给我二哥找找车，要是有的话呢。有好的我就给他连连好的，没有好的连连孬的也行，毕竟呢咱说心里话，虽然说人不咋地，但也亲戚一场，就是再说句人可啊，找头车吧可能费点劲，那找个尾车备注还能那啥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那找尾车用你可别整，你得找头车吧，头车你就不太好的你也得松不溜，你可别把你的捷达整头车去，那什么玩意儿，捷达咋的？我捷达，你那捷达就搁尾都磕着，还搁头呢，还哎呀妈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这捷达，这让我就坐我车上副驾驶副驾驶，都算过年了的都。开起来，那一走都直掉渣。不比他那马达强啊！马啥
子你还，妈这样蚊子你都还扇你这。他活的一天，这就是吃饭都费劲，你还笑望着我来。你就接打，你心你要嘎嘎心还行，你那玩意一走，后头他一会儿掉嘎皮子。我给他镀层漆啊，你不行，到时候刷成漆呗。刷成漆他也看是假的，不是，他也看是旧的。哎呀，我给他找，我给找别的，看看有好的。完了，到时候，完到时候那个，你看你跟我大哥没事老记个浪，记个浪，不行，到时候我也给你，给你那啥，说说好话啥的，是吧？干啥呀？我让他缓缓和一下尴尬的情绪。局面呢？啊，局面对。完了，那个到时候你要是找不着两台，完你对了，你背后你跟你大哥说，完让你大哥再找一台两台，是不？能多找一台，完咱不就少花钱吗？你二哥是不？那啥吧，你先把我奶奶钱还上。那行，那你要是那什么，你要是你背后你就商量你大哥呀，完你说的咱俩一人给他找两台。哦，那完你说的，我商量能让他少花点，这是最好的。我商量不动他，他自己人家有主意，我哪能商量？不是，那你话说到了，他做不做是他的事儿，你别不说，搁那忽悠我呀，是不是？那么你先把钱还了，完再说吧。完我这边我先给你找吧。完我大哥到时候那边呢，要是他要有能力呢，他也不用我说，他就能找。那行，那你要跟他说，他没准能好使。我说是不好使。他不用说，他要有那个人缘，有那个人脉的话，想整他自己就整。他有，他肯定能有，能找着车。反正你分谁说，你说他为什么就能给好使？我多啥我？那你咋整？你现在掏钱把钱给我奶得了。我现在没有，那怎么整？那你看你还啥？你又说没有，啥时候能有啊？不是，我回家我现在没有，我回家我给他找去，我给他整这去。奶差多少？差350是吗？哎，差多少？350，三百五啊，差三百五。差你多少啊？怎么差你350呢？怎么涨着了呢？差多少来着？那一万啊！我400给你250块钱，还剩多少？你是给250给50那天，我忘了。我还你多少来着？400借还你250块钱，还剩多少？我这一回也没还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，这就更穷约了。你说，哎呀我的妈呀！欠你。不是400那回我说我给你250块钱，还差你150，我说等我有我就给你啊。行，之前再没啥账了啊？之前再没啥账了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就我有两回我借不没借出来，没借我嘛。微信欠我400，忘了。你看那这是糊了，那没找。你咋不少说呢？少不了。不是他啥？他是糊都是一阵一阵的。一阵糊涂，你就明白了，是吧？啊，那就赶这工似的尖糊涂，那就赶上那呗，谁啊？他说欠他350，我能给你50吗？我不给你250块钱吗？完了，你怎么不50？完你老孙子说的，哎呀，还给个傻子数，你想想有没有事儿？我可想不起来呀。我也想不起来，你就照样给吧，到时候你拿。照样什么照样？咱也不少给，我说150就150，我怎么没说我还剩欠你50呢？咱就。咱们就不干的事儿，是咱就是没记清楚，咱也不能占着便宜。对，咱也不能占着便宜。你愿拿350拿350，愿拿150拿150，那你我就欠他150的。反正那你说150就150，反正你得给我。是，我这两天有理。这家去吧，你取去吧。那反正你得给我，我要不给你整的，你还给我送橘子里头去啊？不给我，天天找你。你找我他妈不找？你别说了，你反正你孙子说答应给我办事儿。半夜攀窗。我去给你颠的去。我没完全答应，我说那意思，我给你找看，找好车找不着，咱找孬车，就是我总给你找就完了呗，一个车，对不对？人家就告诉你找吧，我把你奶奶钱给你先给吧，完了我回家我去。完了去吧，快点。我是借的，快点吧。